足球在屏东来义乡南河村是一项热门运动，甚至从三十几岁青年到小学一年级，对于足球都有不错的球感。部落青年为推广足球并延续部落传统，原本每年都有举办邀请赛，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中断了三年，今年打算卷土重来，继续向下扎根。已经有三年没有办足球赛了，然后这一次我想说借由传承的方式，然后这一次有邀请四队国小组，然后一样有四队的社会组，这样共八队，主要就是说让他们也是做一个学习，然后我们当场也可以做一个教学。今年南河的足球邀请赛仍然以募款方式承办，受到村民们热情回响，村长也集结部落工艺师办理线上义卖，包含木雕、编织吊饰、钱包长夹、画作，不止赞助赛事，同时促进在地产业。刚好我们部落很多的小工艺家跟小手作，就开始结合我们几个小手作的工艺家，来开始现在一起用变卖艺品来换取义卖的换取我们的赞助金，来让村民的部落文化跟工艺可以活络。足球运动约二十年前在南河国小开始萌芽，培育不少优秀运动员，第一代小球员有些现在身为人父，仍然借由足球凝聚彼此的情感，希望这样的精神一直传承下去。林秀恩巴朗，屏东来义，陈不到。